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斯 Sarah。咁咧今日咧好开心咧，就邀请咗阿 Duncan 大哥咧就嚟做个访问。咁啊 ，Duncan 大哥咧就啱啱咧就做咗植发4个月啦。咁咧就想邀请佢上嚟咧，同我哋咧分享一下咧佢嘅感受啊，同我哋 share 下。阿吴医生又同我做咗一啲 一啲咧系啊，即系事前咧嘅即系评估啦。佢覺得我後面咧啲頭髮都好 strong 嘅，應該移過嚟咧成功率係高嘅，咁所以咧咁啊，我如果成功率高嘅話，咁啊梗係試下啦。咁就再加上最重要咧就係老婆都 support， 咁啊所以咧就咁啊決定咧試一試去做。咁你有冇覺得好辛苦啊？真係做嘅時候，係咪好似喺美國嘅時候嗰個人咁樣講？做的過程呢就又要你配合食啲嘛？又做嘅過程啊，好痛，跟住又點？係咪係咪咁？做的時候咧，就感覺係誒，即係都根本都係瞓著覺嘅。咁雖然唔需要做麻醉，但係咧都係即係半清醒嘅狀態咁啊，完成咗。就誒嗰晚咧，就係亦都有一啲藥咧配合咧，令到咧即係瞓得到覺啊。咁就係第一晚會有些少咧係唔舒服嘅感覺，跟住咧其實好暢順，好暢順。咁啊，到而家咧已經係即係。一個很舒服的感覺啦，好期待咧佢出翻翻嚟啊啲頭髮。係啦，你每一日做啲咩，或者係有咩感受，係盼望住呢一樣嘢啲頭髮會慢慢一路 grow 上嚟咧？開頭嘅時候你已經話咗俾我聽咧，佢會係甩咗先嘅。首先咧，植咗落去會甩咗先咁啊，所以我唔會有一個錯誤嘅期盼咧，植咗落去啲頭髮咧就會生出嚟，而係咧係嗰啲細胞植咗落去，跟住佢先至咧甩咗先，再會係。所以我開頭嘅時候都預咗，就雖然有甩咗啊咁，但係都冇一個咧係特別咧覺得係懷疑嘅感覺喺度嘅。不過而家開始啦，4个月后啦，開始生了。有感覺啦。係啦，摸上去咧，摸上去咧有啲係吉吉地，而每日摸上去都好似多咗啲頭髮咁喎。其實有一種好盼望嘅感覺，好似有一種成功感咁樣啊！又照下鏡，又睇下，咦，又係喎，多咗啲喎，多咗啲喎，又多啲咁樣。所以你話俾我聽，而家開始爆發㗎啦！咁我好期待咧，即係爆發完之後係點嘅樣嘅。哇 ，Duncan 大哥真係唔同曬喎！係啊，我都估唔到效果咁好㗎。係咯，上次我記得我訪問你嘅時候咧，係啱啱整完嘅4个月左右到嚇。係啊，嗰陣日日都好期望咧，係啲頭髮見到佢越生越多，好開心。真係啊，而家真係。哇！啲頭髮多到生翻曬出嚟啦！而家好大嘅對比咯，之前咧就好鬼驚啊，即係越甩越多，而家就好大嘅驚喜，啲頭髮生出嚟咧仲好強壯添。係啊，真係粗咗好多，太太好開心。係啊，佢話咧，以前我甩頭髮嘅時候咧係老咗，比自己實際年齡老咗10年，而家生翻出嚟咧就年輕咗10年。其實我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咧，入到洗手間，哇！睇見自己咧～即係當睡眼惺忪嘅時候，睇見自己蓬鬆嘅頭髮嘅時候，哇！自己都突然間咧係啊，覺得醒一醒，想睇多自己幾眼嘅嚇，好開心嘅嚇。這個就真係叫做神采咯。其實我都經歷過嘅嗰陣時，係 慢慢等佢感覺到越嚟越多，越嚟越多，哇！真係好開心。以前咧日日咧係咁甩，就點救都救唔到，好無助。而家個人咧有翻活力啦，同埋有自信。翻工都精神咗好多啊！哇，真係好開心啊！聽到都多謝你咧咁信任我啊！咁啊見到你咁樣咧，我真係好有成功感啊！咁所以咧，Duncan大哥啊，不如你用一句嘅説話咧，去形容一下你嘅前後嘅總結。之前咧就光秃秃，冇離神氣，而家咧就回復生機，重拾朝氣。今日咧真係好多謝 Duncan 大哥啦！如果各位有任何脫髮的問題可以找我們傾下，下一個重拾朝氣的就是你了。